平静小城吸毒者突然增多。这样增加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货源很充足，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上商场买都没有，我今天买就今天有。一波三折，列车抓捕一再扑空。因为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他要是断了之后，我们整个案子就前功尽弃了。四面合围，嫌疑人到底藏身何处？一路追踪，一线正在播出。2018年5月，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民警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接到了一个线索。我们侦查员获得线索，说有一名叫于某的男子，30岁左右，无业人员，有吸毒的重大嫌疑。线索中反映呢，他有一台白色的越野车。具体的住址吧，就是哪个楼啊，哪个单元几层，这都不掌握，就掌握这个车，而且这个车牌号具体也不是太掌握，就是GA牌照。经过仔细的排查，侦查员们在一个小区的门口发现了一辆与线索特征相对应的GA牌照白色越野车。他那个车的那个倒车镜啊，就是里面那个往后瞅的倒车镜上挂了一个类似于工作证那个东西啊，而且顶上那个这个姓名啊写的也非常清楚，这样咱确定这个车就应该是这个车。因为当时车上没有人嘛，咱也没有贸然行动，就开始对这个车进行暗中观察，秘密蹲守。大约中午12点左右，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一个女性啊把这台车车门打开。咱们当时很诧异啊，就是说，哎，这女的是谁？这样咱们也没有贸然行动。这个女的上车之后呢，就是驾车，就是在吉林市行驶。这样咱们跟踪了大概一个上午吧，发现她又回来了，回来这个小区了。那么就是能确定，这个女的应该最起码在这个小区有住处，或者有落脚点。侦查员发现这名年轻的女子再次从小区里出来，走到车旁，于是侦查员上前对其进行了盘查。是不是她？走。谁呀？别动，别动，别动啊！你谁呀？干什么呀？钥匙呢？钥匙。把车钥匙。配合一下工作，警察。你有什么事儿？你是哪儿的警察？啊，今天是报你的啊，办公证，公安系你啊，你别动，你把车钥匙拿。我们把他带到单位之后，经过这个检验之后，这名女子并没有吸毒。然后呢，通过询问呢，这名女子拒不提供于某的下落。这名女性的拒绝配合的态度，让民警更加确定她与于某有着紧密的关系。搜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张门禁卡。我们拿着门禁卡去，每个楼每个单元都挨个试，这样走了一圈之后，刷开了一个单元，这样就确定这个，最起码这个女的住址在这个单元里面。然后我们去找物业，最后我们联系到了房主。发现的于某正在家里睡觉。公安分局的，来，喝了啊，喝多了，来，起来，醒酒，来，这个于某当时属于什么呢？吸食毒品之后和醉酒状态，这个语言表达也不清。经过审讯，于某对吸食冰毒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近期多名吸毒人员的吸食次数和数量都频繁增加，这是一件蹊跷的事情。量增加了意味什么呢？就是这个货源很充足啊，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上商场买东西，我今天买就今天有的。我们通过这个对于某的抓捕以及审讯，我们发现了在吉林市有一个达到4层级的一个贩毒网络。随后民警们一举端掉了吉林市的贩毒网络，追查时发现本地冰毒贩卖网络的货源都来自外省。
而且呢，我们经过对这个贩毒网络进行侦查之后，发现最顶层的这个上线人员的毒品是不是出自我们吉林本地，是从湖北省武汉市购买的。我们党委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不论这个案件涉及到多少个省市，不论案犯涉及到多少人员，我们都要不遗余力地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负责追溯毒品流入的源头。随后，侦查员获取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武汉的上线近期会派人乘坐火车再次向吉林市运送冰毒。当时我们只知道将毒品贩卖给吉林市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其他信息都不太清楚。从这个线索当中呢梳理出来，他要坐这个 Z104这辆火车到东北来运毒。咱们经过情报和这样大量的人工交叉比对，把这个人给比对出来，这个人就是周某。民警立刻对周某的行踪进行了侦查，发现 Z104 列车已经开出了周某出发地江西省九江市。在咱们得到线索之后，时间也非常紧了，所以说没办法在武汉或者江西的火车站截获了。获取这一个贩毒的线索很不容易，这样呢，我们这个指挥部啊，立即决定呢，这个在他的中途啊，秦皇岛车站，对他进行实施拦截和抓捕。民警们连夜赶到秦皇岛，清晨登上了 Z104次列车。我们侦查员呢，就陆续的抵近了这个车厢，啊，他当时买的应该是个中铺，但到这个卧铺之后，发现他这个被叠得非常完整，根本就不像住过的痕迹。我们呢，通过他旁边的旅客呢来询问，这个旅客呢，反映说，这个从发车一直到我们在询问的时候呢，这个铺位始终没有人。是这铺的人来的吗？没有，哥，一直没来啊。哦，一直没有来。谢谢啊。民警们从第一节车厢搜到最后一节车厢，反复三遍，却始终未能寻获嫌疑人。因为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他要是断了之后，我们整个案子就前功尽弃了。嫌疑人周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火车上？这个问题成为每个侦查员心中难解的疑问。我们上车之前，是不是嫌疑人就已经知道我们在车上抓的呀？但是咱们综合分析认为不可能啊，武汉跟吉林离这么远，他怎么知道吉林警方抓的？这些东西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因为这条线索一断了之后，我们对上的抓捕和对上的深挖就几乎为零了，就没有可能再挖到他的上一级贩毒人员。专案组回到吉林，前方侦查员又提供了一条最新的线索，上线孙某也在四处寻找周某。周某自打登上 Z104 次列车后就失去了联系。也为了这个案子能继续办下去，让咱们领导当即决定，这个说到这个周某户籍所在地吧，江西九江市进行落地侦查。侦查员发现一名女子与周某联系非常紧密。随着调查的深入，侦查员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这名女子与一名男子有同居关系，而这名男子却姓熊不姓周。这个女子提到熊某啊已经进去了，被公安机关抓住了，也是呢因为这个毒品犯罪。说通过送毒的人关联出了这么一个这么远一个江西的一个女子，她的男友也是因为毒品的事儿。侦查员马上与所在地公安机关联系，很快找到了熊某。熊某呢就是交代，当天他是使用周某的身份证进站上车，准备乘坐这个 Z104 到东北呢，就是说进行毒品交易。但是呢，在他使用虚假身份证的时候，被这个南昌铁路公安处民警抓获。熊某被公安机关控制的消息显然已经走漏，他的上线孙某如果得知就会外逃。
专案组决定，武汉工作组马上密切监视孙某的动向。本来吧，以为是到这个孙某家踩踩点，看看周边的环境。结果呢，就是我到这个孙某家楼下，发现楼上就下了一个人。然后孙某看见我的眼神的一瞬间，我看到他的动作就是要跑，结果孙某从我的身边就直接跑过去。如果孙某逃脱，这个跨省贩卖冰毒团伙的线索将就此中断，无法继续追查。我身上只有一个手提包，我就只能拿这个手提包往他的身上扔，正好扔得很准，打到他头上，这样呢他就趔趄了一下，然后影响了他的这个奔跑的速度，我们赶过去将孙某抓获。通过对孙某的审讯，警方初步了解到这个特大跨省贩毒网络还有多个层级的上线仍在运作。吉林警方立即抽调骨干向武汉增援，在武汉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吉林警方武汉工作组迅速开展工作，对贩卖冰毒网络中的多名关键人物进行了重点布控。在这个对五个层级的贩毒网络当中，我们发现陈某在这个贩毒网络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位置在中层，他掌握了一门什么技术呢？他能从一公斤给您产出到4到6公斤。掌握这门技术之后呢，他这个利益能达到最大化。他上线的一些人员呢，就是也纷纷逃跑了，因为他们不会啊。民警在长期侦查的时候发现，陈某的出货量惊人，每天的出货量在1公斤左右。这样呢，我们就决定对这个陈某进行适时的抓捕。在同一天之内，尽可能短的时间间隔内，要把他的所有上线、下线全部抓获。9月13日，抓捕时机成熟，专案组兵分五路，准备在一天内陆续收网。首先，先对掌握重要技术的陈某进行收网。当时咱们截获的一个线索是，陈某当时是脚上，长了一个脓包，对他抓捕决定的当天，他要上医院去看病。在外面抓捕应该是最好的抓捕的时机啊，这样呢既不惊动他的家人，也不惊动他的同案，再一个有可能这个毒品还能保留下来。而我们得到信息是在20分钟之后，我们要追他到医院，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在赶到医院的时候，仅仅早到了医院1分钟。这样我就怀疑说陈某这个到医院看病这个线索准不准。当我们从2楼又返回到1楼大厅的时候，发现陈某正在排队看病。像咱们当时发现的之后吧，没有盲目的抓捕，具体他也没有同行的人，咱们不了解，观察了能有10多分钟，挂完号之后也没有说同行的人过来跟他接触，这样咱们才决定进行抓捕。好啊，别动啊，检查别动啊，这方面靠两个，张主任有点情况配合工作啊，说我们走一下，行啊，走。来，让你慢点，慢点，慢点。抓获之后，我们给他带到车上，陈某呢，拒不交代。所以咱们马上对陈某进行搜查。哎，当时陈某的，母亲，包括孩子，而且他的媳妇儿杜某也在家。这样咱们经过仔细搜查，在陈某和杜某这个卧室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毒品。这东西谁的？这东西都是谁的？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家里。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指下了，说不是你的。这个不是我的。那你是你的不？你先把这个都出啊！不是，因为他妻子在场嘛，马上就对妻子进行询问，是吧？这东西是谁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这个妻子当时很慌张。但是呢，对这些东西，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也不是我的。但是从他这个说话、这个神态、这个语境，他应该是知道这些什么东西。
都是谁的？不是我的。啊？不知道是谁的。不知道是谁的，不是你的是吗？对，我说。东西是不是在你家？在我家，但是东西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是谁的？我不知道是谁的，跟我没关系。后来咱们对那个杜某毒品那个尿液进行现场检测，发现杜某也吸食毒品，那他那谎言就不攻自破了。同时，其他四组抓捕人员对另外七名主要案犯先后收网，缴获大量毒品和毒资。涉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在一天之内全部成功抓获到案。9月19日，专案组将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从武汉押解回吉林市。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往里头看，来来来来。我贩毒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是还高利贷，第二个就是我不想我的儿子跟我一样。我说老婆，我借高利贷的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我想让你吃好的，过好的，让你出去我们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呗。陈某的一念之差不仅害了自己，妻子杜某也多次参与了毒品交易。检查进你们家门那一刻，心里想什么呢？我害怕，我当时脑袋就懵了，我不知道咋办，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有这一天的。现在我两个都结了，妈妈身体不好，我现在就担心我妈妈和我孩子，我孩子才1岁多。至此，跨越3省多达10级的特大冰毒贩毒网络被完整摧毁，警方收缴各类毒品超过4.8公斤，毒资100余万元。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一名看似热情的彩票分析师加了我微信，然后一起聊天。一家讳莫如深的彩票网站，只要投了他就会在那儿改单。一个精心炮制的诈骗迷局，天上没有随便掉的馅饼。一场转瞬即逝的发财美梦，不要再相信这些东西了。陌生人的美意一线栏目正在播出。40岁的老张是汪清县城的一名出租车司机。2017年8月份的一天，他身患重病的老伴儿住进了医院，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老张很是着急。那时候也是说心里话，也是，挣钱心切吧。我爱人病了，他脑出血，挺严重的。正当老张发愁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出现，顿时让他看到了希望。加了我微信，然后。就一起聊天，就是当朋友那么聊的。新认识的这位朋友名叫小兰，经过一段时间的聊天，老张发现小兰不仅善解人意，而且还非常关心自己，这让处在烦恼之中的老张感到了些许的欣慰。很快他们二人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也是跟他聊天，就没事的闲的时候我也跟他聊天。就当得知老张正在为老伴的医疗费发愁时，小兰立刻为他想到了一个快速挣钱的好办法。让他玩重庆私彩，让他下注，下注之后他会对他进行分析，分析之后他跟着他一起领单买的话肯定会挣钱。通过聊天得知，小兰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彩票分析师。小兰承诺，只要老张按照他的指示购买彩票，他就能确保老张只赚不赔。他说他是一个领子干的，领单的，盈利的20%归他，那样，他保证你盈利。对于小兰的说法，老张也是半信半疑。为了打消老张心头的顾虑，小兰提议先以小额投注来购买彩票，即使中不了奖，老张也不会损失太多的钱。让他们先玩小额，1000块钱，或300、500这样让他投。在小兰的极力劝说下，老张心动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老张花了200元钱购买了彩票。
给他提供一个网络链接，一个就是一个网页。这个网页呢，显示的是叫重庆石石彩的一个博彩账户。进去以后呢，他自己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以后，他每投入多少资金都是在他账号里面显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老张便在网站上发现，自己购买的彩票正如小兰保证的那样中了奖。二万以后挣100多，156那样，完了再给他30%，自己剩100多块钱。拿着自己买彩票挣来的钱，老张十分开心。随后他连想都没想，按照小兰的指示，他立刻再次购买了彩票。又往里加了吧，后来又整的2000的，还有3000的、5000的。300块钱的话是100多，然后500块钱是200多，然后，那个1000块钱是300多，然后他这么里里外外玩之后也挣钱了嘛。短短几天之内，老张通过买彩票就挣了不少钱，这让他感到格外高兴。挣钱之后就跟他进一步说：“你这样，我那个你跟着我玩更大的，玩10000、20000的肯定挣钱。”为了挣到更多的钱，老张一下子拿出了10000元钱购买了彩票，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却未能中奖。投1万之后呢，直接就输了，输了之后就说那个怎么回事？他说这次就是那个一个失误，他在说你就是这样，再投那个大点的吧，再投20000的，那肯定会翻番，然后把那个之前输的也全赢回来。老张认为一次不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了把输掉的钱尽快挣回来，老张再次购买了彩票。然后呢，又多投5万。5万挣的钱？没有。后来呢，他说开奖的时候什么时间延后，我也不懂他那玩意儿。输完之后，他就怀疑了嘛，你们是不是那个骗我怎么地的？他说不可能，我给你发一个单子，你看我跟我的人全挣钱了。尽管彩票再次未能中奖，但老张也没有怪罪小兰，他只怪自己运气太差，错失了这次挣钱的良机。后来又投5万，投5万呢又没有，后来过一段时间呢投，我那时候也是不是咋说，脑袋里头先这乱混了，这一共3次嘛，3次都是投了5万、对都投进去了。就这样，老张把自己的全部积蓄150000元都用来购买了彩票，却无一中奖，这下老张可慌了神。一次没中，他感觉可能是意外，正常。3、5次以后，他自己也慢慢有警觉。到后期呢，他就已经感觉可能是被骗了。然后跟他们也说了明白自己的情况，家庭情况，说自己妻子病危怎么的签错了，可是那些嫌疑人根本就不管这些。就把他给踢出去了，然后那个网站他想再登不上去，他的账号什么的也全没有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张急忙报了警。根据被害人所提供的一些嫌疑人的账户包括网页，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和查询，到最后确认这个就是一起网络诈骗。2017年9月20日，王清县公安局的几名侦查员悄悄来到了长沙县城区的一家银行附近，严密监视着这里的一切。当时我们掌握的这个银行卡有提现的这么一个情况。警方来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几天之前诈骗老张150000元的嫌疑人。根据老张的描述，警方认为小兰通过网络聊天的方式游说老张投入大额资金购买所谓的彩票，涉嫌诈骗。他很有可能就是以重庆石石彩为幌子的网络诈骗团伙的一名重要成员。重庆石石彩只是嫌疑人通过这种博彩方式呢，做了一个买了一个假的后台和网站，但事实上呢，这种石石彩它也是真正也是真实存在的。无非就是嫌疑人利用这个东西去实施诈骗，这么个过程。情报显示，老张的150000元在汇入小兰的账号之后，很快就被转到了多家银行卡中，之后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湖南的长沙以及娄底等地。把整个这个取钱的这个监控我们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呢，当时就发现取这笔钱的是，有2个人。他们当时开了一个是红色的现代车，
去了两个人，他们取完款以后呢，就坐着在车走了。警方发现，2017年10月1日以及13日，有人曾在湖南省长沙县某银行的同一台自动柜员机上分3次取走6万元。然后我们就发现了第一个嫌疑人，黑衣男子。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姓名叫什么。之后，通过对其所驾驶的车辆进行跟踪摸排，警方最终查明，这名黑衣男子名叫朱小军，湖南省双峰县人。后来在长沙，他的那个，租房的，院里面，这车回去以后，我们当时始终在那儿蹲坑，蹲了几天。这车后来回到他这个小区，这下车的时候呢，我们对他实施抓捕。民警从朱小军和他的同伙王蒙那里得知，他们二人就是这个网络诈骗团伙中专门负责取钱的成员。他就是给一个叫黑哥的，干活，他每次取完钱以后，就黑哥给他通过微信呢、手机给他联系以后呢，就让他到哪儿，这个卡里进钱了，你就去取钱。取完钱以后了，他再联系他，就是你到哪儿把钱给我送来。通过审讯，民警获悉，在此前的短短几个月内，朱小军和王蒙就给这个叫黑哥的人先后取款200多万元。他们只知道那个上前叫黑哥，具体姓名什么的不知道，只有一个电话号码。那么，这个叫黑哥的人会不会就是这一网络诈骗团伙的主要头目呢？然而，正当民警准备对黑哥进行侦查时，黑哥的联系电话却突然停止了使用。黑哥是比较狡猾，也反侦查经验确实也比较多，他就感觉可能是跑风了，或者是出问题了，他就开始躲避躲藏，同时呢，所有自己的一些对外联系的工具啊，也都是该销毁销毁，或者是该匿了。尽管一时找不到黑哥的下落，但警方推断，此人的落脚点很可能就在湖南省湘潭市一带。当时那个嫌疑人也是那个取款的朱应该，他们也说，他们有一次把钱送到了前往那湘潭的高速上，然后他取钱之后，应该是往湘潭方向去了。警方调取了高速路口处的监控，希望能够找到黑哥收钱时的相关画面。在排查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一辆嫌疑车。这个车主当时我们查了以后，把他也列为我们的嫌疑人之一。经查明，嫌疑车辆的车主名叫郑玲玲，湖南省双峰县人。通过对其驾驶车辆的跟踪排查，警方发现，在那段时间里，这辆车曾多次出入湘潭市的某家宾馆。可是他入住所登记的那个身份证不是他们两个人，是另一个人。这信息是不是有误？这个人是不是得到消息了，露馅了，跑了？然后我们再问那个酒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为什么那个人不一样？他说，哎，昨天晚上他们那个调了一下房间，从3楼去了4楼。这个叫什么名？这个叫啥？潘潘。2017年12月12日，警方在宾馆内将犯罪嫌疑人潘东、郑玲玲抓获。警方发现，潘东就是被朱小军称为黑哥的那个人。经审讯，潘东和郑玲玲二人都是这个网络诈骗团伙的主要组织成员。潘某是属于组织核心人员，用他们内部来说叫老板。他们这个犯罪这个诈骗团伙总共分4个层次，第一分类的就是负责人，下边设有这个话务组，话务组里边还设有一个话务组长，下边是话务员。话务员专门负责跟那个受害人聊天，实施诈骗。还有这个取款组，取款人员专门这个取款。还有这个专门提供银行卡的人员，下边有好几个人，专门提供银行卡，用在这个洗钱用的，或者是转账。在审讯中，潘东交代，这个网络诈骗团伙的主要组织者，除了他和郑玲玲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二宝的重要成员。此人专门负责诱导蒙骗受害人。二宝呢，主要就是负责操作。二宝手下呢还有6、7个，就所谓的员工，也在那操作的人员。他们是负责什么呢？专门让受害人呢多方面宣传，加注的实彩这个
来那个中大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由于二宝非常狡猾，就连潘东等人都不掌握他的行踪，这给警方接下来的抓捕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这帮人呢是具有反侦查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也是躲避公安机关打击呢，他们自己住的地方从来没有固定，东躲西躲。像我们当时抓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始终对他就是实际的位置我们确定不了。转眼间十几天过去了，警方依然找不到二宝的下落。正当民警倍感焦虑时，目标却突然出现了。放松以后，我们就开车在后面跟着这台车，跟着车了以后，因为在道上的晚上已经半夜两三点钟了，就是跟台车以后一直等他们进入一个酒店。随即警方进入酒店进行侦查，也就在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查询的时候，查视频的时候，就是进了一个小子，有个20来岁吧，进了小孩。那这个小孩呢，当时我在大厅的沙发上坐着，这小孩进来以后呢，他先打电话，好像电话没打通以后，他一看屋里挺多人，他当时心里也慌会儿，所以他就到那个沙发，我对面的沙发就坐着，然后就在观察。这个半夜出现在酒店的年轻男子顿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当时我心里也想，就是这个人在后半夜这个点儿进来的，而且他前脚一般人刚进去他又进来的，应该有什么联系啊，然后所以我就始终在观察他。因为当时我们那个亮您身份的时候，他在旁边看到之后，他想那个往外走，我们一看这应该是这个人有嫌疑，我就直接给他叫过来了，叫到我旁边，我说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身份证拿出来一看呢，就是上面写的就是湖南娄底双峰县人。经调查，此名男子是二宝诈骗团伙中的一名取钱人，他深夜来此的目的是给二宝送他们刚刚诈骗来的赃款。他们刚骗了一笔钱，这个小孩刚从银行取了40000块钱来给他二宝来送钱来了。你别动啊！是，我回过来，乖乖，行了，随后警方在酒店内将二宝及其手下6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至此，经过几个月的侦查，汪清县公安局成功摧毁了这个以潘东、郑林林为首的特大网络诈骗团伙。通过我们方式和资金流发现，他们一共骗了800余万元。然后现在我们呢已经那个追缴和收获的，就是追回来的有100余万元，然后涉案车辆是5辆，然后那个抓获了26个这嫌疑人，然后笔记本电脑2台，然后那个手机涉案手机30余部，然后涉案银行卡40余张。随着案件的侦破，那个骗取老张15万元的小兰也随即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她并非像老张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名年轻女子，事实上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男性，名叫朱刚。你聊天的时候，你是以你自己的身份跟他聊，还是你以另外一个身份跟他聊？我是以那微信的身份，就是小兰的身份。那你的网名叫小兰是吗？对，小兰。如今警方已将老张被骗走的那150000元钱追缴回来，面对失而复得的这笔钱财，老张感慨万分。因为我家里头现在我爱人有病嘛，看病，民警还行，提前把钱退给我了。这个县城公安局说心里话，真的挺给力的。当时我没有抱什么希望。目前因涉嫌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窝藏包庇罪，26名嫌疑人已被汪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